对啊，所以我就去拿出来做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我就在看书的时候，因为李教授已经在讲了，然后赶快把课本看一看，然后留时间来开会讨论一下要什么书。好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哎，二零几，走，好了。哦，第一个康轩，我先看康轩吧。康轩翻完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好，什么手电筒不见了？因为点一下之后，他们有做一些小改版哈。康轩他手电筒这边，他手摇发电，他把它改成那个步行机器人。那后，但是他后面活动真 plus， 他有一个那个法拉第手电筒，好，但是他其实就是没有那么详细的，他没有说那个灯泡怎么去串接。好，敬请购买。我觉得待大型的时候有，后来就慢慢把这些小细节把它拿掉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碳离板。跟去年一样，我发现基本上应该没什么改变，因为图还是同样一个图嘛。好，所以今天等一下我们饮料到都喝到了，所以。